从这一讲开始，可以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下一讲出阶入门123，三个步骤就可以简单的制作资料库。第一步，把资料库架构标记和内文架构标记分离。资料库架构标记，内文架构标记，内文资料放在这里，等于等于等于01，把资料库架构标记存成 sample03xml 的档名，档名可以自定，档名如为 sample03xml， sample03 会成为资料库的档案名称，而为 sample03adb。 02，把内文架构标记存成 sample.txtxml 的档名，档名可以自定，中间放内容。范例03，资料库架构标记档案，唐诗举例内文，档名 sample03xml， 内文架构标记档案，唐诗举例，秋兴八首，杜甫。其一，玉漏雕伤风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。江间波浪接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从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寒夜处处催高尺，白帝城高级木针。其二，魁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一北斗望金华。听原石下三声泪，奉石须随八月茶。画沈香炉为扶枕，山楼粉蝶已悲家。请看石上横罗月，以映周前芦荻花。其三，千家山郭尽朝晖，日日江楼作翠微。杏宿渔人还泛泛，清秋燕子顾飞飞。匡衡抗书功名薄，流向传经心事为。同学少年多不见，五陵一马自轻肥。其四，闻道长安寺一奇，百年世事不胜悲。王侯地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一袭时。直北关山金古镇，珍惜车马与书池。鱼龙即墨秋江冷，故国平居有所思。其五，蓬莱宫阙对南山，城漏金金霄汉间。西望瑶池降王母，东来紫气汉函关。云移至尾开宫扇，日绕龙鳞时盛筵。一卧沧江金碎碗，几回清锁点朝班。其六，瞿塘峡口曲江头，万里烽烟皆素秋。花萼家城通玉器，芙蓉小院入边愁。朱木秀柱为黄鹤，锦缆牙墙起白鸥。回首可怜歌舞的，秦中自古帝王州。其七，昆明池水汉石宫，武帝旌旗在眼中。织女姬思须夜月，石金陵甲冻秋风。波飘污米沉云黑，漏冷帘房堕粉红。关塞及天为鸟道，江湖闷得一渔翁。其八，昆吾玉素自威仪，紫阁风音入美杯。香道卓于鹦鹉力，必无妻老凤凰之。佳人舍翠春相问，仙女同舟晚更移。彩笔习曾干气象，白头吟望古低垂。档名 sample02xml， 说明01内文
t 等于 tree 就是树状结构的宣告。这里 t 等于书，定义目次层次从这一层开始，而内文架构档案中又有说明。零二，唐诗举例，这个标示说下再开展一层树状结构式诗题，又一黑点宣告下没有下一层目次结构，请参考上图左中区块。第二步，把 indexer execute 和 sample03 xml sample text xml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。01开启 indexer execute。 02点选 add files。 03开启对话框有两个选项 list file 星号 lst 和 source 星号 xml。选择 source 星号 xml。 04选择 sample03 xml 和 sample text xml。 05点选 add files 程式中的 build 按钮。06完成 sample03 avb 资料库建置。第三步，把程式 x73 execute 和 len underscore chtini 等四个和 sample03 avb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。01开启 x73 execute。 02开启 sample03 图示网络资讯其他 Happy the me Miss Hair Del I show us 推文到 Facebook 推文到 Twitter 推文到 Clerk 加二不书签引用网址http://blog.up.com/article Top 本部落格刊登之内容为作者个人自行提供上传，不代表 UP 立场。刊登网站广告关于我们常见问题服务条款，记著作权声明、隐私权声明客服。Powered by UP.com http://blog.up.com/x7/18401864